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，我就弄死你。弄死我！好，来，我们很快会在新民的。喂，找你俩去。哼，你干什么去？你干什么？老雷，他不欣赏我。来，预备，老雷，三二一，坐。哎，等等等等。阿杰，啊，对不起。阿杰。这怎么喷那个药水吗？OK。我是奴家，不就是龙辉的家吗？我只是跟你开开玩笑啊，你还真把我当公主了，让我再教你们学问，学会了之后，一滴滴会得不到几单，一滴滴会得不到几单，对。道长，你可真会说话，麻烦你搞搞清楚，我们这里是酒吧。我们这里是酒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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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亲近，你要不亲近，今天晚上不跟你洞房了。行行行，那你要亲。哎。老雷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龙辉，咱分着打。来，老雷。老雷，三二一，坐。龙辉。老雷，开始。来人啊！西城，娘娘，动手吧。没，你不是气吗？不是气个啥啊？这边。好的。哎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。哦，哎，去沏茶。好嘞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五个的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那好吧，那你跟我回客栈，我们先和解和解。那好吧，走吧。那西装搞一搞，头发差不多，再来一个。不跟你们喝，哼。玄剑，景兄这么大老远来跑你，景兄这么大老远来跑你。好。
不能这样下去。还好他没拿筷子。杀父啊！杀父！元平，老子来救你了。哇！我的事用不着你管。还是。好了。我快点，你笑的时候不要笑得太甜呐。你要笑得斜一点，很难讲的。对，你要笑的不要笑，好像很灿烂一样。那种很，那种奸笑那种，对。他看着我很难演到那种啊。对呀、啊。好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你这么拿全傻了。来，对对，集中点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张大雷。老雷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不杀你了，你自己了断吧。师傅开门早啊！刚才有一位身材只剩下的白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刚才有一个身穿紫色
的白发女人，就把这个东西。好看。说。喂，你都觉得全部系笑紧。二一开始。土灵珠。土灵珠。很有力啊。是啊，土灵珠。三二一开始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OK 了 ，OK 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好好，前面讲。OK， 三二一，坐。咩嚟噶？土灵珠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他，我错，对不起，这真的过不去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我。为什么？土灵珠。我对的。干嘛？你放下的啊，对不起，最后一个不想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没哪个。哎呦，我求了，可不可以先带着我的手啊？要不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没哪个。是我的错。不好讲这个话。OK， 大家那个感觉啊，搞一下啊。土灵珠难点的。二三二一，开始。没哪个。土灵珠。哦，大家看过了，再来一着走了有多遥远，抬起头忽然间才发现，一直倒退到原点，倔强坚持对抗时间，说好了的永远断了线，期许了不变的却都已改变，紧闭双眼才能看得见，那些曾经温暖鲜艳过的画面。